姐儿，我一猜就得搁这儿。不，你也不找阴凉地方，我晒也。能不能别老来呀、啊？大家都说闲话。啊、又说啥了？我知道你啥意思，但咱俩真不合适。不是咋？你出国留学去了？你咋说成外国话了？你听不懂了呢？不是，我不是特意爱来，就是我还以后吧，我真还得来。为啥呀？你说你这么大盘子，我不得接吗？我来呢。这么大沙场，你说排下来就排下来了？啊，这不信呢？赌点啥的？你要是排下来，我给你当老板娘。真假？真的。你说的啊？嗯、走走走走走。饭没我全包了。去哪儿啊？你别问了，走就完了。那我送车吃饭怎么办？公司那些人，你分了吧。咱俩家能够吃饭不吃，实在是没什么菜，你出来吃饭呢？不，这小店行吗？小店是挺好的，看起来真干净啊。这不比你搁外面公司人站强多了？是啊，你开的呀。那沙场那边那盘太大了，没盘下来，我整个小店儿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小店挺不错，位置也不错。以后你就搁这好好干。你开的店，我搁这干啥也不合适。别着急，着急走啥呀？这个店吧，它也不是不完全是我开的，那个梁叔拿一部分，我拿一部分。你也不是给我打工，你属于那个给自己干。是，我就拿分。你俩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俩都不跟我商量，俺俩不就给个惊喜吗？你炒俩菜，我尝尝。你别干俩月干黄了。我干俩月干黄了。啥玩意儿？你让你尝尝我手。干活，你给地图。我这么大股东也干活啊？你这么大股东咋的？啥活不干呢？哎，你之前说那个老板娘那个事儿还算数不？算数。以后我就是这儿老板娘啊，我在这炒菜，我就出去送菜。嗯，也不行，咋的？忙大公司。不是，我能忙过来。哎呀，院里还是缺个男老板，还是来找个男生的老板啊。